定这样吗？小德姐姐喂我的，你们有吗？怎么回事？你穿你怎么没穿鞋？今天这里吃什么？鸡肉、青菜、茄子，还有什么？还可以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 Bad Guy 组。和大家打一个招呼，这是我们 Bad Guy 的第一条 vlog。谢谢。来看看整天，看看，让我们看看。定格拍一个照的感觉吧。嘿，哦，有，小心。三、二、一，咔嚓，咔嚓。练习试版呢是用的 Kiki 的那一段 rap， 然后他有好好的教我，就是我觉得真的很好，真的大家都好棒。我们现在就是 Bad Guy， 就剩下我们三位。你要记得最开始我们带着我们 Bad Guy 的精神，我们的团魂往前冲啊！真的，你真的就差一点点，不要，就是不要给自己。美美照片，拍照片，我们约好要拍照吗？等你不要这么快出来好吗？就还要就是继续努力，我们就去开开心心。我们三个真的是我最喜欢我最喜欢的阶段。那个我真的我也是第一次公演，就是和他们一起完成的，就是你们真的不能理解，也不能体会到我在被干的时候到底是有多开心，包括到现在他们给我抠的动作，就是力度在拿实力，我到现在我还记得，所以呢，我真的很感动。